什么事儿啊？我也不知道。这个是青蛙跳跳杆，这咋跳了呀？是啊，桃子。这个你们把脚踩到上面，然后一蹦一蹦都可以了。是不是这样，桃子？咦，我咋去了？对，你们两个谁先蹦到那头再回来，谁都赢了。滚！表姐，我可不让你啊！小丽，拿出你真正的实力吧！好，各就各位，预备，开始，加油！表姐落后了，居然！小丽，没想到你比我蹦的也快嘞！我都说了，我不让你了，今天轮到你们。表姐，加油哎！你被小丽摔了一大跤了。好嘞，桃子，表姐，我先走了啊。好吧，小丽，别说你也写厉害嘞。呀，表姐，你真菜，我来。好，桃子，我看看你咋样。好嘞，桃子，你可要加油啦。看好了，小丽，看我如何打败你。嘿，等等吧。嗯，好了，预备，开始。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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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。哎呀，这桃子啊，还是慢了一步。桃子，加油啊，加油！放心吧，表姐，看我如何超过他。桃子，你好快啊！你咋来了？桃子这样也行吗？算了，只要桃子能赢得惯。桃子，加油加油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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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哎，我赢了，小丽。这咋回事？你不是一直跟我后边的吗？我咋输了？你不懂，我刚才啊是让你掉以轻心，现在才是我真正的实力。对呀、啊，小丽，就是你刚才把劲全部用完了，最后就赶不上桃子了。我咋会不相信？我都感觉不可思议，要不咱再。